狗狗的这个老师哈，所以我觉得其实在这个部分来讲，其实你蛮懂得所谓的狗狗的心理，应该说掌握它的欲望就会做事情了哈。好，那因为这个拍广告的那次经验啊，其实我知道说在幕后也有很多的一些点点滴滴哈，但是呢我们在这里要透露吗？要透露吗？可以讲一点点，讲一点点。好啊，不要讲太多哦。对，好，让大家自己买书看。对，好，你要讲一个好不好？来讲一个。嗯，好，所以印象很深，跟阿杰跟你分享，就是我觉得就是下楼梯的那个哦，对，当初好像说那个在下楼梯的那个时候就拐了一下嘛，对不对哈？那个其实是导演特意留下来的一个画面。其实那个是很多看过那个影片都会问我说啊，是怎么训练的？就是连一些训练师也会问我说怎么训练？是，啊，其实我都跟他说，假如谁训练的出来，我就去拜他为师。那其实那个过程还蛮好笑的。其实他每个动作都做个一二十次，是，然后我们就看得还蛮新的，因为我们外行人看不懂，我就觉得哎，每次都走得很好啊，就叼着就顺下来，是，哎，他还是一直叫你重复，嗯，啊，结果有一次不小心他就拐了一下，对，整个走下来之后导演就拍手，好，就是这个。啊，我们看了其实就会觉得啊，怎么会跌倒啊？结果导演就是要挑哪一个？导演怎么会要 NG 画面呢？好奇怪呢！感觉妈妈很可怜，很辛苦，真的哈。所以他其实上一次算是男扮女装啊，在广告里头是有点男扮女装，因为他都把那个小鸡鸡修掉，所以找不到。我们这次真的验明正身了，对不对？我们在这本哈佩子里头，其实很清楚的让他知道他是儿子，而且呢也有很多他的点点滴滴哈。那来拍照的时候。OK 吧，比拍广告应该讲简单多了哈。然后所以很快乐。这次在里头，我们看到有这个照片哦，觉得说哎，好特别的一个照片，就是他喜欢被你按摩，对不对？对。田公他很喜欢你帮他按摩他的脚掌，脚掌他就会很舒服，很舒服哈。现场要不要示范一下，给他爽一下？那这套。这是犒赏他的方法吗？他就会歪头，完全享受。这个时候比较像贵妇，感觉来做那个手的那个 SPA， 对不对？ SPA， 而且你放开他就一直要一直要。真的哈，哎，真的耶，再来嘛，再来嘛。你换手他就会歪另外一边。哎，他完全好有戏感。对啊，真的很融入那个状况，很融入这个状况。好，太棒了哦。好，他所以上次以这个戏应该讲很会演戏取胜，对。不过其实在这个动物的世界里，我们会发现说，其实有的是以造型取胜，对。哎，这次我们好像也把很特殊造型的狗狗，也在这次跟大家曝光，然后跟大家见面。听说有的这个狗狗长得很像拖把，拖把。你有见过长得像拖把的狗狗吗，阿杰？台湾还比较少，比较少。这种品种，我们来看一下好不好？这个叫做什么？那个匈牙利牧羊犬。对，它真的就是长得很像拖把，而且你根本就不需要帮它梳毛，啊，不用梳毛哦。对，它小时候的毛的话，比较不会像这样一条一条的，是。然后长大之后，它慢慢会结成条。嗯，对对对。哇，所以这种犬种在台湾很稀有，很稀有。我们希望有机会，我们也可以让它来我们节目现场跟大家 say hello 哦。那这样子的一个犬种，其实应该怎么照顾它啦，哈，等等的。其实这一次呢，我们一样的在这个哈佩子里头跟大家见面。对，那除了有这个狗之外，还有很特殊的喵，哈，这个喵叫做伯曼猫。对，伯曼猫。伯曼猫，听说这个是穿着白袜，然后有蓝眼睛的。对对对，它四只脚都是白色的。对，然后眼睛就是水蓝色，非常漂亮。哎，其实这种猫哦，它看起来哈非常的温驯，那个性真的也是这样，对啊，又温驯也蛮活泼的，它也很好养，对不对？其实它并不太难养。虽然说它毛很长，但是其实只要你皮肤的状况好的话，是，你就是不会很难养，就跟我们一般的家猫一样，真的哈。对，所以其实我觉得这次在哈佩子的这本。这个冬报啊，冬季号的这本杂志里头，其实我们会发现蛮包罗万象的。对，哈，那其实不管是打扮也好，或者是本身很稀有之外，我觉得其实现在天气也不那么热了哈。然后，其实我觉得冬天来讲，对于像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比较大型的犬种来讲，应该是比较舒服的。比较舒服，比较舒服。拉布拉多、黄金啊，其实他们都比较温带、寒带那种。对对对，哈，所以你会不会在冬天的时候，即便人？刮个皮皮出来，马被出来出去剃头，也是会啊。他们精神反而更好，像我们以前在比赛都不喜欢在夏天，是哦。夏天只要狗玩一下，它就一直
流口水啦，注意力就不见了，对，注意力就不见了。冬天他们可以玩很久了，是是是哈，所以冬天呢，也可以带着大家去怎么，两天一夜的玩乐，对不对哈？这次我知道说好像也拍摄了很多的景点，而且都是实地的去走过一趟，对对对，嗯，我们有跟大家分享一些，就是有去周休二日两天游玩的一些读者，是，对，然后从北部到南部，哎，我们应该也有提供一些照片哈，我们来看一下。其实北部到南部，那也就是很贴心的帮大家就是做规划了嘛，哦，然后应该怎么玩，包括路线怎么走，然后呢哪些这个照片是一定要记得拍回来的，对，麻烦大家都有去玩，然后还有到那个牧场去露营的，对，哦。然后呢，也有看夜景的哦，然后民宿住哪边等等的，其实好像也都把这些讯息很清楚的来告诉大家哦。对，所以相信呢，有一本指南在冬天的吧，宠物主人有一个很好的 idea， 然后宠物本身嘛，好过冬，对，真的是好过冬哈，哦。好，我们先进段广告，待会呢，我们还有保留一下哦，有机会让我们的儿子继续表演，好不好？我们先进段广告，持续锁定今天的宠物俱乐部。锁定我们今天的戏感十足的宠物俱乐部哈，那是谁来这个带着我们来看戏勒？那当然是阿杰带着他的儿子，好，儿子真的好爱爸爸哦，从头到尾盯着爸爸不放，哎，可以看一下观众吗？可以吗？有人叫他，他应该就会真的啊，有没有人要叫他？帮忙喊一下好不好？有啦，人家有看美女啦，可是爸爸还是比较帅。好，今天很开心，我们来分享的就是我们哈佩兹的这个冬季号哦。那刚才其实我们有提到，其实食衣住行在冬天的时候，甚至于保暖，对哦，还有在他们这个食的一个方面，就是吃东西这部分也要帮他们多留意哦。所以今天我们现场还带来一些新品，对哦，尤其我刚刚看到这个在滑水旁边有这些很漂亮的毛衣哦，对，哎。动物穿毛衣会不会太热啊？其实夏天的话就不需要让它再穿衣服，那冬天的话有一些小狗它会很冷，会很冷，再让它穿，出门的时候再让它穿就好了，是是，因为其实它们本身有毛了，对。那我们家儿子穿不穿这种衣服呢？不穿，还是因为爸爸跟妈说他就用的，不用给他穿吧，只有一件皮草而已，就是天生穿来的这个皮草，好，不过反而冬天对于这个儿子来讲，这样的一个狗种是